炮 APK 这么 PK 爆破团队头条队。哈喽大家好，我是蓝小哥，来吧。话不多说啊，咱们直接开干，接下来咱们就继续来打这个团队模式。嗯，团队模式不太好，算了吧，打一把包铺吧。包铺里面展示一下我这把枪的真正实力。因为我们可以往地上扔嘛，让队友也体验一下我们带印花枪的感觉。各位小伙伴们啊，这个皮肤加印花加挂件加娃娃啊，把头都给它扔地上，对不对？满配件啊，给它干就完事儿了。这种低端局啊，说实话是真的是太没有挑战性了，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直接就出来。新建广场老弟，我们是警察。这把这个大多数应该都是人机，我感觉。你看这个头像框就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看头像框就看出来了，老弟，你这样子真的是太没有挑战性了，老弟。老弟，老弟，火火啊！一二三四。喂，去的，看这个枪，哇，老公啊，太帅了，老公！我一定要最后一个死，因为我前面的时候啊，要看我的枪，哈哈哈哈，我前面要看我的枪，哈哈，这个游戏以后就不再叫 CF 了，而是 CF GO， 哈哈哈哈。老表挺脏弄的，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吸引人的，说实话。来了，对面来了，他快死了，你看看，说对了吧？直接双杀，我去你个老刁，太脏了，老刁哥，你竟然给人这么玩阴的，你个老刁，脏死了！我也不想这样子，但是我没有办法阻止我自己，我先来一个闪光弹，我直接把你干蒙圈。闪光弹之后，我就是手榴弹。OK， 上上上。对 ，nice， 就是这样子，很好。这边有人，看这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玩没意思了，你这，这么整的我一会儿就给你生气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年纪轻轻，你敢跟我玩这种脏套路，我一个辣彪，啊，谁敢真脏？你扭扭头发，你翻我的脸，那我就不关了，你们在这玩吧。哎呀，这个枪。哦，大家看啊，在你看枪的过程当中，你一点鼠标，阿联这个枪就开始发子弹，对吧？还真的很厉害。唯一尴尬的地方就是说，我们没有这个开出来这个顶级印花啊，开了这个三个普通的，非常难受。快来人，快点儿！老丁。来了，好几个，别看我，又是这俩，跟第一把一模一样，掏屁股，别爱我，除非花手摇晃我，都无聊死了，我不想这样玩了，这样玩可没意思了。你把对面一本气到了都给啊！对面说：“这傻大哥太脏了，不能玩了，我不聊了。”那我也不想啊，哥哥。谁知道就这么简单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，简简单单，那嘎嘎两下就把对面干懵了，这个。哎，磨牙机，还无聊。咦？队友拿手枪打死一个吧，去一下个老弟，还剩三个，让我来。小心闪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真的是，还有这个一辈子，这枪就这么厉害了就啊，说的我就不相信了，老弟，我去，看枪的过程中还能往下扔，真好，真好啊，老弟。在这儿，他们家方向。
我去，哎呀，拿了个大炮，天哪，我醉了，我醉了。大炮老屌，真脏。他没看见那个人。结束了，我的天哪，太没意思了。接下来加分要加好多的人，包括模式啊，加分加好多，五告零啊，直接一次性通过，没意思，直接进入渡劫赛，来看看，我马上就要枪王了，我的天哪，这次渡了个什么枪皇段位，枪王之后不是直接枪神，而是枪皇。